来自台北的建国中学甲北极女中的服务社团，在2021年就来甲轮培国小举办营队，为小朋友安排多元又搁趣味的课程游戏。希望透过趣味的活动，互囡仔会当学习到品德、科学、团体合作等等的能力，同时嘛促进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身躯边的哥哥姐姐做伙来跳舞，小朋友是拢相当的欢喜。虽然是假日，但轮培国小的小朋友即间是带着快乐的心情来到学校，因为台北建国中学和北一女的哥哥姐姐是来到学校来举办着一场特别的营队。这是我第二次来，因为大哥哥大姐姐可以领带一些活动，然后我想要留下一些快乐的回忆。我是第四次来参加这个营队，我最期待和哥哥姐姐他们一起坐牢坐玩游戏。我希望这一次也可以开开心心的玩一些游戏。这摆营队是无分年纪，总共50名的小朋友来参加。这顶高中生会带着小朋友来进行各种多元、各趣味的课程。希望透过活动，让他们来学习到好的品质，以及对科学的实在认定。我们希望先透过戏剧来让他们产生兴趣，然后再透过手作啊，或是关卡设计，让他们可以学会团队合作，以及一些品格教育之类的。轮培国小的服务队一直都是建北的传统，我们每一年都会来这里参加，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点快乐，然后可以陪他们度过一个比较快乐的周末。我们特别选择轮培国小来服务，因为这样脱离我们原本的生活，然后也在我们可以服务别人的过程中寻找我们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带给这些小朋友一些品格教育。两校共同来举办这个营队已经是第四年了，校方是相当感谢因会当来到偏乡地区进行服务，让小朋友有无同款的学习方式。建北营队呢，他们从2021年开始到每年都来到我们学校，今年已经第四年了。建北营队真的非常的用心，那也很感谢建中跟北一女他们双方的指导老师，谢谢他们的用心。那孩子们非常的期待。这次活动相信不只是让小朋友有一个特别的回忆，对参与的高中生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记者谢欣采访报道。